嘿、hey, 我是小夏，今天外面还是直播在下雨。我母亲今天晚上干了一点花卷过来陪一下。爱笑的放凉故事结满篱笆墙，我找的虫谣直播间花灯年旋律又响起，伴着温柔的话语，记忆中你的样子依然清晰。风儿轻轻吹，叶子轻轻摇，时光挂在老树梢，红砖灰瓦，爱笑的放荡，故事结满篱笆墙，路途遥遥，谁还在远方？日子如水一样，等旋律又响起，伴着温柔的话语，记忆中你的样子依然清晰。风儿轻轻吹，轻轻摇，时光挂在老树梢。我住在软椅上陪着，陪不住那个锅里，一会儿用我们熬的。故事结满篱笆墙，路途遥遥，谁还在远方？日子如水一样，等旋律又响起，伴着温柔的话语，记忆中你的样子依然清晰。风儿轻轻吹，叶子轻轻摇，时光挂在老树梢，红砖灰瓦，爱笑的放凉，故事结满篱笆墙，路途遥遥，谁还在远方？日子如水一样，红不白，等旋律又响起，伴着温柔的话语，记忆中你的样子依然清晰。风儿轻轻吹，叶子轻轻摇，时光挂在老树梢，红砖灰瓦，爱笑的放凉，故事结满篱笆墙，路途遥遥。开始粘，谁还粘手指20分钟。找我母亲把花卷粘中了，准备吃，怎么样？伴着温柔的话语，记忆中你的样子依然清晰。哎，可以吃了。嗯，中。哎，弄到有点红火。妈，你头上的花卷可不吃，爸你不吃，
尝尝花卷。吃。路途遥遥，谁还在？哇，你真是。日子如水一样，等旋律又响起。婆婆吃吧。婆婆吃。我吃。你的样子依然清晰。我母亲长得活着怎么样？她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，没有什么文化，站得不好，请大家谅解。好，好，今天咱们把视频拍到这里，明天见，再见。